贴饼子，这有这一锅鱼和这贴饼子，就不用米饭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再给你赠送两碗粥，我留了份，就是，要不能叫你吃满意吗？那太满意了，这饼子我能贴吗？啊，你能贴。这样顾客应该吃不来，是饼子吃不出来。贴了啊，贴吧。走你！哎呀，这声。东北人的铁锅里好像什么都可以装得下，贴饼子绝对是炖鱼的好搭档，汤汁慢慢收干。带有鱼鲜的蒸汽会被入锅后的玉米饼通通吸走，这样一锅烩的做法装的可是东北人的烹饪智慧。